最后一节剩下17秒，看宝岛梦想家这一波进攻由4年来发动。啊，可惜啦，最后4年切进去的时候受到泰国莫诺细节鬼队的协防啊，球拨出界了，以及4年这跟裁判这个争夺的认为莫诺细节鬼的防守有打手的嫌疑啊，裁判没有吹啊，竟然吹球出界啊，4年去跟裁判 argue 的情况下被吹了技术犯规啊。对，我们看到 Freddie Leach 这一球很明显的拉住4年的右手肘啊，那裁判没有吹啊，就有4年去跟裁判理论的情况下被吹了个 T 啊。再犯一次啊，那现在是这样。谁马康米勒马康坏谁守到他守谁就让他谁拿球、啊、就让谁去接球、啊、对啊，这次果然到远边去了。哇、哦、结果这个哎五秒，这个五秒会不会太快了？哎你唬我，这精神时光屋哦。这五秒了，五秒了。